我想爸爸妈妈了，我想爸爸妈妈怎么办？我想爸爸妈妈。你会不会想我？那你会不会想我呀？我会想你。你火了以后会不会想我？火的时候，就是你很有名气、很有名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我？很有名的是吗？很有名就是全世界人都知道你。我会想你，但我现在想回家。爸爸妈妈呢？很快就来了，来。妈妈妈妈怎么还没来？我要回家。很快就。我要回家。妈，一会儿都在这，都能走，就你走不了。妈。一会儿都能走，就你走不了。不要。一会儿都能走，就把你锁在这里。为什么？别怪，你最不喜欢我。我会喜欢你，老婆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！不要再哭，如果哭，如果哭，爸妈不来。不要开这个玩笑。他们很快就要你去窗户，你去窗户，婆婆，你去窗户去看一下爸爸有没有来，他来了吗？我没有。婆婆，你有所有小孩跑跑跑走走走，就你走不了。你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黑人哥哥就不让你走，汉瑞哥哥说的。没有。就把你锁在这里。